原标题，戴笠死后两名军统特务就被秘密处决，戴笠的死因真相大白。1946年3月17日，南京附近郊区一架军用飞机发生爆炸，瞬间火光冲天，机上人员全部遇难，其中一人就是赫赫有名的军统顶级特务戴笠。戴笠1897年出生于浙江江山县，父亲早逝，母亲独自把戴笠抚养成人。少年时候的戴笠学习成绩优秀，但他玩心太重，最终放弃了学业，在社会上四处漂泊流浪，做过小买卖，当过小兵，吃喝嫖赌更不在话下。眼看身边的朋友一个个出人头地，而年近30的戴笠却一事无成，内心开始着急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戴笠在街上遇到了一位老同学，此人见戴笠游手好闲，便告诉他可以去考黄埔军校。戴笠听后很感兴趣，便南下广州考上了黄埔六期。也正是这个决定影响了戴笠一生。在黄埔军校内，戴笠与生俱来的情报天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，慢慢的赢得了蒋介石的好感。此后通过戴笠的不断努力，终于成为了蒋介石情报系统军统局的大佬。然而就在一切顺风顺水之际，戴笠却因飞机失事而丧生。蒋介石得知后大为愤怒，要求彻查具戴笠的死因。军统经过多方查证，发现两名军统特务马汉三和刘玉珠有很大的作案嫌疑，而马汉三还是戴笠手下的得力干将。那么马汉三为何要置戴笠于死地呢？这还要从马汉三投敌叛国说起。马汉三作为戴笠手下的大特务，此人精明能干，但贪财好色，结果因花钱大手大脚，被日本间谍盯上，逮捕入狱。马汉三没有经过严刑拷打，就直接叛变了。他不仅把所有的情报都泄露给了日本人，为了活命还把为戴笠保管的龙泉宝剑献给了日军大特务田中隆吉。马汉三被释放后，神不知鬼不觉的又回到了军统队伍。抗战结束后，川岛芳子被逮捕，戴笠为了从中获得更多的情报，便连夜秘密提审了川岛芳子。结果这一审不要紧，川岛芳子为了活命，不仅告诉了戴笠许多共产党的秘密，而且还把马汉三投敌的事也都说了出来。戴笠得知后勃然大怒，准备事后找马汉三算账。马汉三在得知戴笠提审川岛芳子的消息后，吓得一身冷汗，他知道戴笠是不会放过自己的，于是便狠下心来，决定想法除掉戴笠。马汉三找到手下干将刘玉珠，要求其想法在戴笠的飞机上放置炸弹。刘玉珠利用其特殊的身份，重金收买了机场安检人员，顺利登上了戴笠的专机，秘密的安置了定时炸弹，最终将戴笠炸死。戴笠死后，各种传闻都有，弄得蒋介石压力也很大，他要求毛人凤尽快查出凶手。毛人凤经过反复对爆炸现场考察，发现了戴笠随身携带的龙泉宝剑残片，从而最终确定了马汉三和刘玉珠是凶手，马上将两人逮捕入狱。1948年马汉三和刘玉珠被秘密处决，戴笠的死因真相大白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